来哦，不用大按农时哦，三四五六是不是 ？OK， 能够转男的先把男的转掉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先把男的转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可以转那么多康，麒麟咪叫出来就对了，对吧、啊？麒麟叫出来，哼哼。哼哼哼，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，哼哼。弄通关挑战好像没什么差别，这关卡你看那个血量就知道啊，关卡就还算佛了，好不好？哼哼哼。一颗星，舒服。武装定点，然后直接双二离开最快。那就不用浪费时间，直接轰他。道总，可是我光荣不知道有那么多哎。道总应该是可以啊，不过还好，没什么差别。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啊，就因为只打一次，你不是要一直刷，所以就还好。反击五千哦，那我给他反击个五六三千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让他反一下。左边那个是一个小小的美丽的意外，因为我说过我要让他反击，这我说到做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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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当当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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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左边那个是故意的，哎呀，那个是故意的，叠起来，等会那个叠珠很高干呢，对呀、啊，啊什么什么不小心，不要乱讲话，我很认真呢，就我不知道带那么多事情啊，干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他打酱油好了，不要让他打酱油，我还觉得很孤单，你知道吗？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。其实心里一直在下雪，总是希望有个人能够张开我心扉，让我呜啦呜啦，我的 K， 哎，节目效果啊，干得好。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，一直独自站立，所有伤悲。掩饰心中的感觉，强忍眼角的泪水，聚聚散散，不愿说后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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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，其实心里一直在下雪，总是希望有个人。KO！ 你亲笔还没觉醒？没有，这是我跟我的表师兄借来的亲笔。对，我表师兄是那个啊，不金鱼的，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对，是不金鱼的。